装什么逼啊！你以为老子的水不要钱了是吧？你往前开、啊，我就不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等着。我就不开，没事。可以，没有问题啊。没事，来去投诉吧。你们一个一个装什么逼了？啊？嗯。没事，我等着。妈的，越说越过火了哈。我说是你们没水，那是你们的问题吗？那我跟你解释了，我说没水。我说是不是你的问题呢？你说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？你说什么东西？我说是不是你们的问题呢？什么是我们的问题？没水了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说你们，我说你了吗？你们的问题，我没水了，他妈老子去哪里领水？你告诉我。啊，是不是你们的问题？没水是我造成的吗？没水了，我还要进超市买给你喝。没水是我造成的吗？你觉得这个水不用钱了是吧？我管你要不要钱？啊、你觉得这水不要钱？我坐车不要钱吗？啊，我坐车不要钱吗？你坐车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我坐车管我多少钱？你坐车多少钱？告诉我。你管我多少钱？我是不是有钱？他妈的个逼不下来！老子他妈的个逼了，你要给我干你！我跟你讲。你干你试试看。你装什么逼啊？你干你试试看。老子在那里等了你十来分钟了。十来分钟？哼。你去看看你是几点来的？看一下，我几点来的？你我十二点五十多分到的。往前走，你一点用的，我不走。往前你不走 ，OK 就不走。我就赖这边，没事。你赖一天还是我赖一天来的强？喝水下去。啊，公司规定了，一个人只能喝一瓶。你要是坐三个人上来，我如果只给你一瓶水，那是我的不对。你一个人给你一瓶水已经很 OK 了。你想喝几瓶，您告诉我。啊，要不您不信，我现在就打客服给你听。到底是您能喝一瓶，还是能无限量喝？你以为是吃自助餐吗？免费。